接下来看两位师傅来呈现。欢迎，我现在绝对是错了，没有。紧接，紧接，那么欢迎。到底在做什么？罗秉承师傅。这不就是樱桃鸭、茭白笋、三斤葱的组合吗？是的。马上今天用宜兰在地的好食材。对。菜名叫什么？樱桃鸭三星葱饼，我们在宜兰可以吃到的三星葱饼，排队的很有名的三星葱饼，炸的吗？对，半煎炸的那个，我有吃过，它里面包的是猪肉，包猪肉，对，我们今天用的是那个樱桃鸭，樱桃鸭，那个超好吃的，麻烦示范一下，你要现做啊，今天现做，因为今天大宝在，手劲够，擀面，有啦，大宝做出工的，那这里有500克的一个中筋面粉，今天用的是中筋面粉，中筋面粉，对，那这边有一个快速的一个酵母粉。来，这一大匙进来，一大匙，大宝，筷子给你。好，那这一部分呢，有一个温水，两大匙的二砂糖，你先放进来，跟温水做调和。对，为什么是甜甜？因为它的甜度可以让你的酵母粉发酵的更好。那再来，你这个整个面粉，它吃起来不会有生味，那带点略甜。哦，这半条啊？对。好，这边就放进来。那再来200cc 的冷水，冷水，对，就是就把它刚才100cc 的热水，温水，温水只是为了让乳糖融化吧？你用你的手，再沾一点点的手粉，好，你去搓它，反过来往前推，反过来往前推，用这样的方式，哦，那揉到什么时候呢？揉到它整个的外表的部分呢？有点光滑，好，那这样子的干粉的程度呢越来越少，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稍微静置一下，其实就跟做很多面食类很像，对，哇，看起来你就像麦饼，漂亮，闪动打漂亮，大宝，你麦饼我一定买，看起来好专业哦，对啊，觉得你的饼就一定好吃，软度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哎，光滑了，表面开始光滑了，很软啊。把它拍一拍，塑一下形，然后就让它找个地方醒一下，对，让它冷静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封个保鲜膜，你大约到半个小时之后，它怎么会膨？然后另外一个，你没有盖保鲜膜或者湿布的话，这里的部分空气不要冷气，它很容易外面干掉，对，膨不起来，它膨起来外面还是干燥的。OK， 要需要一点潮湿的环境，半个小时后，小变这样子，哦，膨起来了。哎呦，它长大了，它就长大了，它就长大了，哎，有酵母粉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哦。因为宜兰的三星葱，它的特色就是葱白的部分比较长，对，会比较长，所以包括它的甜度跟辣度也会不会像一般的葱这么的呛，哦，所以它的一个制程其实，满满的葱味在这个里面，你熟成它就变甜的，好爱吃葱哦。那我可以带着回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现在都要直接处理葱嘛？对啊，你有三个助手，你知道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左边点，你左边有人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先过去了。好，来这边请。阿吉士，是陈哥，瞧。香鱼，香鱼是。今天带来的这是也是我们的好，哎呦，好漂亮哎。肚子好饱满哦。每一尾都有。很饱足的鱼卵在里头。台湾的香鱼80%是来自于宜兰的，就是兰阳平原。哦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气候水质特别适合养殖这个香鱼。真好。不好意思，菜名叫什么？哦，菜名啊，桂花、紫苏、梅子制香鱼。我这边再烧一锅梅子水。梅子水啊？对，那这个梅子水呢，这边还有一碗梅子酒。还有，哦，那么让它表里一致的去煨出来。用煎的，煎香鱼啊。那我今天这边鱼有多预留了几尾啊，那么等一下拉两尾出来干煎呢，给各位做试吃。试吃香鱼。对对对，那我现在呢，锅底的温度没有很高，那直接贴进来。好，那我们在煎这个鱼的时候呢，啊，通常香鱼不需要热锅。哦。冷锅下去的时候，油呢它慢慢皮上来，它会保持光滑状啊。哇哦哇哦哇哦，它是不会香的感觉，有些鱼都会掉在那个，我不粘锅锅子上，哎，跟梅子煨在一起。对，那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梅子酒了不要下太早，用天上掉下来的梅味这种米酒就好了。哦啊，这个是桂花酱啊，让它进来。桂花酱，我有一回弄的桂花酱为什么是咸的？它有两种啊，
它有两种，一种咸的桂花酱是拿来做蜜汁火腿的。哦，这是先煎鱼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我们先走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樱桃鸭的鸭胸肉，连皮都把它切成末状。那切末状之后，我用大量的米酒，然后五香粉、胡椒粉，大量的盐巴跟糖，还有就是酱油、香油。现在去把它做抓腌，这边带一点点的这个蛋白进来，让它多一点点的滑口度。有帮助吗？这一点蛋清？啊，一点点进来就好，因为等一下我还会再上一点点的这个太白粉。哦，因为鸭胸毕竟它还是比较，它必须受到保护。对对，它还是会有一点柴。三星抽进来，好开心啊！哇哦！你要做四吃对不对？对。耶，葱花蛋。四吃什么呢？等下葱花拌葱花蛋加这个馅料，就是鸭肉的馅料。哇，开心，好多葱哦！来，这边把它拌好之后，我们直接用香油来煎。哦哦，葱花蛋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在后面准备，我们在前面先厮杀一下。好，先给鸭肉。我们来去看吴师傅。要放在一个碗里面。其实你在家里，如果说怕包的层次不齐，其实你也可以像一个碗去做塑形。那刚好的面皮的部分，其实你就把它放上去。那第一下，第一底部的部分要放一层的葱，那再来把这个肉再放上去。因为它的整个呈现方式，甜甜的这个肉在里面会把它的香气会堆叠起来。那再来就是呢，上面部分还会再叠满满的葱，然后咬下去会爆浆，所以等下吃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每次去吃，每次都被烫到。那就把它拉起来，那拉起来之后你就开始转圈圈塑形，像包包子一样。对对，像包子一样，可是黄金十八折是吧？也没有到十八折啦，它的方便度就是你起来之后到最后，你就把这个多余的这个角把它捏掉，就把它拔掉，对，定型好就把它翻过来。哇，漂亮漂亮，就满满的松饱，所以它皮表不是很薄的，对，皮好薄啊，这个漂亮哎，它这会熟透吗？这个整个会熟透，所以要慢慢的，对啊，所以要排队，原因就是这样子啊，慢慢耗，然后再塞啊，哇，你吃哇，这么。你一定要塞这么满的原因是？好满。因为等一下熟成完之后，这个葱会往下塌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些葱去当底，去垫底，然后把它撑起来。这么多葱，中间那个鸭肉要怎么熟？我就觉得奇怪。对啊。你不用担心，等一下它熟成进去之后，葱有热度之后，它的油脂或里面有点鸭肉会有点像蒸的方式，蒸的鸭呢，在里面是有热气，刚好也会发出肉质，对不对？看着满满。所以说，鸭肉是被那些。肉汁、葱汁给焖熟的。你在烙完出来之后还有酱汁吗？等一下我会做一个小菜，用的是那个我们的茭白笋。小菜。小菜。对，搭在旁边。等一下会茭白笋稍微把它烫一下，然后跟这个豆腐乳。就拌一拌而已。对。了解了。樱桃鸭三星葱饼，马上整个煎半煎炸之后呈现上桌。是的。掌声鼓励。这边就完成了。好，医师要组装了，来这边请。可是美酒的味道已经没了，没有酒了。啊，那个汁，那个汁。别让它跑啊！掉了这个汁。这只留着，一只一只组装。哇！哎呦，这刚好有皮都已经是桂花上色了，非它熟透了。哇塞，好好吃哦。花妆，我觉得桂花那个酱好香。梅子桂花酱。通常在专业里头呢，煮好了以后你冰了一天还更好吃。冰一天更好吃。吃冰的。哦，这个 juicy 了。桂花、紫苏、梅子、香鱼，哎呀，完成了。完成。